大家好，我是某刊，我代表我自己。上礼拜被朋友拉去看了两场小美人鱼真人版，感想基本上就是我在脸书上讲的那样，剧情刻画不出艾丽儿的魅力，画面呈现不出黑人鱼的美丽，演员表现不出女主角的情绪，亮点大概只剩下反派跟声音。其实我已经给你真过赞助了，最少我夸张了你的声音。我从来没有想过教授这段话会跟小美人鱼扯上关系。先从剧情来说，网络上蛮多人都在吐槽真人版电影的剧情乱七八糟，毫无逻辑，毁坏童年，巴拉巴拉巴拉。什么女主角身为海神的女儿，居然被鲨鱼追着跑啦？什么女主角恋爱脑啦？大魔王居然被一艘破船前面那根尖尖的刺爆啦？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槽点都是在1989年的动画版电影就存在的，真人版只是将这些槽点照搬过来。所以你要说真人版的剧情毁童年，这点是真的说不过去。那既然真人版的剧情是照搬动画版的话，是不是就不能把它当作电影的缺陷？如果单就剧情复刻而言，确实是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是以2023年的真人版小美人鱼来讲，问题就很大了。从1989年到2023年的这34年里面，各种种类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观众的观影水平也跟着提升了不少，对电影的要求越来越高。合理的叙事逻辑在2023年已经是基本中基本，因此1989年充满槽点的动画版剧情很明显是完全不符合现代观众的观影标准。而如果今天只是单纯的高画质重制，那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是迪士尼的文艺复兴之作，它所面对的是那个时代的观众，现在的观众自然就不会用现在的标准去审视。可是如果你是要在2023年推出一部小美人鱼的真人版电影，那你就必须要针对现在的市场去做调整，因为你要面对的是这个时代的观众，更不要说你还是真人版，从 2D 动画变成写实风格，观众基本上很难用1989年动画版的角度去看这部真人版电影，再加上选角不当，绝大部分的观众根本无法把绑着脏辫的黑美人鱼跟印象中红发白肤的艾丽儿画上等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誉为编剧界圣经的诗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一桩可信而不可能的事比一桩可能而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跟人家说这世界上有美人鱼，或许会有人骂你神经病，但如果你是在跟人讨论小美人鱼这部作品里的美人鱼，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虽然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可是在这部作品里的存在是可信的，因为剧情的设定能够说服观众。而黑美人鱼的存在在小美人鱼这部作品里面是确实有可能的，但如果你要说这个黑美人鱼是艾丽儿，那对看过动画版小美人鱼的观众来说是几乎不可信的。这就像你找一个白人去演黑豹，或是找一个中国人去演美国队长一样，极度缺乏说服力。那在设定缺乏说服力，剧情水平又不符现代观众标准的状况下，你要观众不出戏，那真的是很为难观众。至于什么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或是具有深度的内在冲突，就更不用想了，光是要能符合基本的叙事逻辑就是一种奢求了。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看过动画版的观众应该都有印象，在乌苏拉和艾丽儿的契约内容中有一个 bug， 虽然艾丽儿在定下契约之后就失去声音不能说话，但并没有说她不能写字，所以只要透过文字就能让王子了解事件的始末，艾丽儿就能顺利完成契约条件，获得王子的真爱之吻，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而真人版为了要圆这个 bug， 所以让乌苏拉偷偷洗掉艾丽儿对契约的记忆，让艾丽儿忘记要获取王子的真爱之吻。但问题是塞巴斯丁跟小比目鱼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也告诉艾丽儿了，可是艾丽儿依旧无动于衷。然后这件攸关自身自由以及未来幸福的重要大事就这样被放掉不管了。也就是说这个剧情 bug 有缘跟没缘是一样的，甚至比动画版还要糟糕。可以说打从迪士尼决定要让海莉贝利饰演艾丽儿的那一刻，这部电影就已经失败一半了。而照搬动画版的剧情更是直接把这部电影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跟政治正确还有演员长相完全无关，而是最基本的剧情说服力跟叙事逻辑的问题。当你没有想尊重观众智商的时候，观众的反弹就是必然的。讲完了剧情的部分，再来谈谈画面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迪士尼官方上传这段海莉贝利演唱小美人鱼主题曲的影片。She's got everything part of that world. 皮
凭良心讲，抛开他饰演小美人鱼的这件事，这段影片中的海莉贝利绝对担得上美这个字。如果今天迪士尼要翻拍的是公主与青蛙的真人版，那选择海莉贝利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获得极大的好评。那为什么现在网络上对小美人鱼的批判几乎都是在针对海莉贝利的长相？其实在一开始迪士尼公布艾丽儿是由海莉贝利饰演的时候，网络上的批评针对的多半都还是艾丽儿变成黑人这点，直到剧照公布之后才开始把炮火集中在海莉贝利的长相上面。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海莉贝利的长相，而是海莉贝利的扮相。我们拿这两张截图对比一下，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左边这张比较美。为什么？因为左边这张图的海莉贝利看起来很干净，而右边这张图的海莉贝利却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一个人长得很好看，除了五官精致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很干净。而海莉贝利的扮相之所以会让你觉得很脏，其中的原因就是那一头泡过水的脏辫毫无美感可言，那个简直就像是用了好几年的拖把一样。这种造型你放到任何一个明星头上都不会让人觉得好看，而放到水里之后则会变成另外一种效果，因为水会流动，然后这些一条一条的脏辫看起来就会像有生命一样。这种状况我只有在美杜莎头上看过，要说美感确实是有，但就会伴随一种诡异的氛围。当然最要命的还是整个画面的色调，我也不知道是打光问题还是后期调色的问题，海莉贝利的肤色在水底下呈现非常不自然。对比一下她在一般状况下的肤色，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面呈现的肤色明显暗沉了不少，看起来很不健康，完全失去了活力。这也是为什么会被人家笑说像海洋污染，因为真的很像生了什么重病。而这种状况也不止出现在水底下，上岸之后一样悲剧，以至于只要画面带到海莉贝利就会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而剧情中后段的人类装扮也是很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种把白人审美硬套到黑人身上的强烈违和感，不管是画面或是妆造，美感几乎是完全死去。但同样的镜头，除了最后那个粗制滥造到无可救药的正确人群之外，其他角色都没有出现像海莉贝利这样子严重问题。我不知道制作组是碰到什么状况，但既然你今天挑了一个非裔的演员来饰演女主角，设法把她的美，把她饰演女主角的美给呈现出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任务吧？怎么会本末倒置成这个样子？而撇开女主角不谈，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地方都让我看不懂导演到底想干嘛。女主角被渔夫的渔网捞到的时候，给了一个毫无意义的 jump scare。男主角的个人独白采用完全实拍，但运镜构图毫无美感，连一点设计都看不到，反而更凸显出演员的演技生疏，导致整段看起来就像 KTV 伴唱带。但最惨的莫过于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川顿国王，堂堂一个海中王者，浮上海面的时候，居然就只有一颗头冒出来，两只手还在水底下划着水，完全没有任何海中王者的气势。你把王冠拿掉，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溺水的老人。整部电影唯一让我觉得很有 feel 的画面，是在女主角失踪之后，川顿国王在王位上的落寞身影，但也就仅此而已。整体的画面跟特效质感，连2014年黑魔女的车尾灯都看不到，我都不知道迪士尼到底是怎么给过的。而画面上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男女主角演技情感表现非常的内敛，内敛到看不出情感，两人的互动完全没有火花，一点 CP 感都没有，连最应该要放感情的吻戏也都一脸很勉强的样子。不过最糟糕的还是在女主角把王子救上岸之后，躲在礁岩后面偷看这一段。这场戏的高潮是女主角在礁岩上高歌，同时海浪啪的打上来，有看过动画版的应该都对这个经典名场面很有印象。但或许是因为要一边移动一边唱歌，同时还有演戏的关系，演员的表情管理没有做好，加上肢体很用力，于是脸部在移动过程中就变得很狰狞，看着王子的眼神就像看杀父仇人，感觉下一秒他就会掏出三叉戟把王子干掉，跟这一场戏所要表达人物情绪完全不一样。我原本以为是我第一次没看仔细，但二刷之后证明我第一次真的没看错。这种比话剧社演技还要糟糕的演出，加上 low 爆的画面跟特效，还有充满逻辑问题的剧情，你要人家不嫌弃，那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臣妾做不到啊！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像是饰演乌苏拉的玛丽莎麦卡锡以及杰西卡亚历山大还有王子的管家其实都很不错。乌苏拉那个还原的程度就不用多说了，化作人形之后也不是单纯只有漂亮而已，连演技都很到位，该美的时候美，该媚的时候媚，该崩坏的时候也崩坏得很彻底。而管家则是添加了很多小细节的刻画，像是看出王子喜欢女主角所以帮忙凑合两人，而后王子移情别人的时候，他也是唯一一个谴责王子的人。
最后还帮忙把乌苏拉跟王子的结婚戒指踢走，让女主角顺利取回自己的声音。这些小动作都让管家这个人物鲜活了不少。而我在察觉这一点的时候，就更加的疑惑，为什么主角连一个基本的人物刻画都不如一个配角？至于歌曲的部分，就是好听，不会难听到耳朵流产，但也没有好听到让耳朵怀孕。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史考托跟塞巴斯汀那一段 rap， 其他就是迪士尼的基本水准。而歌舞场面因为画面质感的问题，光是不崩就已经很欧米斗灰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艳的地方。整体来讲，迪士尼这部真人版小美人鱼在创作的层面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及格，它就是一部为了正确而正确的畸形产物，打着维护弱势族群的旗号，但却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些族群。似乎只要把白人主角换成黑人，只要在故事中安插其他有色人种，那就是在支持这些弱势群体。但讽刺的是，当你按照正确狂魔思路去重新审视这部真人版小美人鱼的剧情，你就会发现故事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黑人为了追求幸福，逃脱白人的掌握，投奔到另外一个白人身上。这难道不是在暗示黑人只是白人的附属品，只能靠着攀附白人获得幸福生活吗？而且红发人种也是长期饱受歧视的弱势族群，当你把红发艾丽尔改成黑人，想让全世界的黑人小女孩都开心的时候，你有顾虑到红发人种小女孩的想法吗？你这样弄真的有比较政治正确吗？迪士尼的动画作品并不是没有探讨过这些问题，公主与青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放在迪士尼公主系列来讲，基本上是神作等级，剧情叙事符合逻辑，人物塑造立体，而且还具有深度的内在冲突，同时还含有浓度极高并且不会让人不适的政治正确成分。但你却放着这个超级适合的故事不用，硬要去破坏观众对小美人鱼的印象，而且端出来的东西还问题一大堆。其实从前面谈到问题就可以发现，这部电影的好坏已经跟政治正确什么的完全无关了。因为即便你把女主角换回我们印象中的红发艾丽儿，也挽救不了有逻辑问题的剧情，还有毫无美感的画面构成，以及缺乏情感的人物表演。毫不夸张说，你随便拿一部迪士尼改编真人版电影出来，都比这部小美人鱼还要好看。当然我说的是2023年以前的，至于以后的，谁知道呢？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以上刘允君属本人立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